大家好，今2021日系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号星期一。今日焦点有我周天伟同大家讲讲今日嘅时事热话。今日咧主要同大家讲两单嘢，咁啊分别系黄色童装店 c h e c k It Up 啦，同埋港大嘅反中雕塑咧都冇得留低啦。咁跟住就系咧，即系初选案咧就押后到去明年嘅二月先至再审。咁啊三十三个被还押嘅人咧都已经差唔多有一年啦。嗱。 同、呃、大家重温少少啦，俾翻少少嘅 background 俾大家啦。咁其實即係喺香港呢，大家都知道喺二零一九年黑暴呢，即係啲黃友呢，真係無法無天嘅。咁啊，呢間好出名嘅黃色童裝店啊 c h i c k i Duck 呢，咁佢之前呢，就喺天后嘅分店裏面呢，就擺放咗已故反動。 人士刘晓波嘅铜像，连埋一组嘢嘅，连埋就一个双人座椅，同埋咧一个可以拆得走嘅楼梯，咁嘛。成成嘢好大，都几大嘅。咁啊，摆咗咁多嘢，咁啊，梗系阻街啦。咁啊，政府咧就即系、就是、政府部门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就执法，就要求佢咧今日之前要移走阻街嘅物件。咁啊 t r i c k t 德嘅行政总裁周小龙咧。 佢就琴日都有翻到去天后分店，咁啊將呢個劉曉波嘅銅獎呢，首先就還翻俾社文年，咁由示威常客古思瑤呢，就接收咗，之後呢，就將佢運到翻去呢個民間電台喺柴灣嘅嘅倉暫時擺喺度啦。Tricky <了>得呢，都即係大家都呢個名字都已經即係都已經係熟晒啦。 咁啊，其實佢都好明顯就唔係第一次擺放呢啲反中亂港嘅嘢喺鋪頭啦。之前呢，佢亦都有喺佢嘅屯門同埋荃灣嘅分店呢都擺放過呢啲暴徒像嘅、呃。誒，仲話嗰個係呢個民主女神像喎。你話公然擺呢啲反中亂港嘅象徵出嚟呢？

咁啊，個成即佢個腦裏邊咧，真係即係不能夠唔令人懷疑，佢係咪真係滿腦子都係呢個黃色嘅思想呢？你諗下，佢一一有機會呢，佢就出嚟噶啦，好似上個月十月廿四號，好好地一個渣打馬拉松。

都有運出去展示之外呢就一直擺放咗喺呢個香港大學嘅校園裏邊。去到今年嘅十月呢就有組織舉報呢個國商之處係違反港區國安法啦。咁所以呢，校方呢就喺十月八號就向呢個支聯會發出律師信，要求佢要喺十月十三號之前就要移走去啦。大家對呢啲戲呢，都應該都好耳熟能詳啦。 通常咧要求移走你一啲亡人嘅嘢咧，一定系唔会好顺利嘅。咁啊，通常都系有啲情节出嚟嘅，先至吓要摆好耐，先至去到结尾嘅。咁呢个国商之处嘅作者咧，高志活咧就走咗出嚟。佢就话咧，呢、這个系国商，佢系国商之处嘅拥有者。 佢就要求呢呢件事件呢，就召開聆訊，希望咧港大就要尊重佢嘅擁有權，將呢條國商之處完完整整咁搬嚟香港。其實即係即係想問 Who are you 啊？真係真係有陣時候真係吓啲外國嘅朋友，即係尤其是掂到呢啲黃嘅黃色日黃色相關嘅物體呢，零舍其實個腦係唔知有陣時唔知佢哋諗乜嘢嘢嘅。 佢仲話咧，港大咧只係俾咗六日嘅時間咧，就要求支聯會去移走呢條國商之柱咧，係一個野蠻嘅做法。佢話意大利嘅黑手黨喺歐洲啊，先至會用啲咁嘅手段去做。而咁佢都佢都幾幾佢都幾熟喎、啊，好似嚇嗱。佢仲話咧，如果國商之柱咧有啲乜嘢嘅損毀咧，港大咧就會負上責任地說。咁講啊，真係唔知道啊啊呢、這個即係丹麥嘅高生係睇得即係荷里活嘅。

計埋日子，要佢一指定嘅時間，唔好咁長啦，拖咗一個月啦。要佢同佢嘅團隊快啲嚟。咁啊，政府今次真係要硬啲啊，唔好俾呢啲玩埋晒呢啲咁嘅咁渣嘅手段嘅人呢，就吓、啊、我出嚟同叫政府拉腳，你要應承我啲咩？我啊嚟咁一係擺去堆填區，好似上次阿周勇講係咪？我揾架喺個堆填區度擺一擺，擺堆填區區嗰度叫佢自己過嚟同佢團隊嚟攞翻走就算啦。 好啦，我哋就要講第二單嘢啦。咁啊，舊年呢嘅二月廿八日咧，律政司咧就落案起訴涉及初選三十五家嘅四十七個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嘅。咁當中咧有三十三個人咧，一直咧都係還押到到今日嘅呢單案咧。本來就喺今個月嘅廿七號咧就會再開審嘅，不過咧有消息咧就話較早前咧律政司就去信法庭，佢因為咧有成萬幾頁嘅文件咧。 同埋口供咧，要即系要需要時間翻譯啊，所以咧就將案件押後到出年嘅二月七號再提堂。咁啊，如果屬實嘅話咧，即係話咧呢三十三個人暫時被還押咧，未審訊，應該咧到時候都應該差唔多一年啦。咁啊，要喺監倉裏面，即係過呢個聖誕同埋新年啦，同埋農曆新年，其實聽落去都幾慘嘅。